啊，等等，耽误点时间。那我们是阿龟团队，那这一次的要做的东西是阿龟志，就是一个农务记录的 APP。那今天分两部分，我前面先把简报部分简单的带完，后面是展示的部分，因为今天要展示的是 Enjoy 的部分。那我的电脑没有办法，所以等一下会换一台电脑。好，然后其实很快要期中报告了。那因为我们前面还是在做阿龟志后面的部分，然后现在又是阿龟志，所以就有一点啊，阿龟维系又阿龟志要整合起来这样。对，就是对。阿龟维系又阿龟志，好。然后基本上前阵子去韩国黑客松写扣，然后去整东西，然后也有办活动，然后我自己有在做分析啊，就前阵子把那个作物预测的model 跟朋友做出来了。然后因为其实阿龟志的部分，我们会需要用到阿龟志的部分来做预测的部分，所以也是希望可以赶快把APP 推出来，这样子后面的 model 才有可能发生。对，然后田间记录这边也有在写，那就是这是一个帮助农友可以快速完成田间记录的 APP。 那在过去半年的部分，我们都是用 Excel 方式在做，那即便用 Excel 方式在做，还是有些农民蛮热心的在帮我们做记录，所以等一下也会稍微展示一下。然后这个大概是三个，一个是易用，另外一个是分析可用，然后还有是参与式验证。我们有找一些农夫过来跟我们，就是共同做编辑跟编修这样子。那其实是为了要更了解田面状况啊，然后还有让田间记录更方便，然后还有刚刚秀的那个，基本上预测模式的部分会需要三个，一个是环境数据资料，另外是田间记录，那第三个是作物的性状的部分。那性状部分现在比较难处理，那也还在看怎么样做。那其实最关键是要回答农民的问题啦，那还这蛮基础的，所以没有什么太炫炮的东西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分两块，一块是 APP， 另外一块是田间记录。那目前我们把农务记录工作项目大概浓缩到了56项，之前是非常发散的，因为其实农业的东西的资料是很难取得的。那包括他们记录的农务工作项目，像有抓老鼠、清垃圾，还有什么就是会有一些你没办法想象到的。那我们大概把这些东西分成茶树、水稻、蔬菜、攀爬蔬菜类跟果树类的部分。那像笋类跟菇类是现在还没分不出来的。那我举这个案例好了，这个是在蔬菜类的部分。那这边的话，大概是我们分出来的，左边这边是分出来的，就是关于蔬菜类的农务工作项，是为了避免让他们不要选太多。那右边的话，大概是一些病虫害防治的部分。那性状的话，在蔬菜类会比较难记录，那这块还在理。那这大概的系统架构的部分，就会是有资料库后台，然后还有前面是 Android APP 跟 iOS APP 的部分。然后这一次做到的是说，你可以去建立你的农田，然后拍照，然后基本上它可以去做你的工作记录的分类，然后最后显示 Raker 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 demo 一下。然后这是所有的贡献者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。那目前还缺小编、计划整理跟资料预处理的，还有最近我们要常下田弄东西，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一起下田弄现场的硬汉，还有愿意把手弄脏的朋友们。对，好，简报先到这里，我们先做一下 demo 好了。demo 前先说一下，这一株是有病的，对，他患了什么病？我也不知道，对。他两个礼拜前还是绿的，现在变成枯的了。对啊，所以刚好可以带过来，就是这个是放在我们办公室的。你有浇水吗？有。它的关键点不是水分不够，真的不是水分不够的关系。对。其实也是看现场朋友有没有人能够解答的。对。好，那目前来讲，其实问题啊，其实如果你把照片拍好，我知道每个地区的那个农事所啊，都有一个好像很专门的博士在，你可以拍完照片给他们，他们应该就会跟你判断说你的病因。有，对，其实这个可以，只是他们是针对作物，我这一株是植物，可能不会受理。好，那基本上这是现在单机版的部分，就是你现在就是如果装在你的手机上面，是可以
单机存取的，那后台部分还在整。那基本上就是你登录之后啊，你登录之后基本上你可以先建立你的田，然后这样看得到吗？ OK， 好好，那就这样秀好了。那时间关系，好，那个田的部分先不要建好，因为我们反正就是你可以建立自己的田，然后建完之后你就是登录进去之后，你就是选择你的田，然后进来之后你可以去选择你的作物，因为同一种田里面可能会同时种植多种的作物，然后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新增你的就是田间记录，然后你可以是用拍照的方式，或是选择你既有的照片，因为有的时候农夫不会在田里面直接做记录，通常是回去之后才记，所以这有两种不一样的方式。那你可以选择是说你要做的工作的项目，那比方说像灌溉在上面，你滑到了，对，那灌溉方式就有分非常多种，那比方说你可以选择用浇灌的方式进来之后，然后这边的话都不是必填项目啦，就是你可以去输入，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去输入。那我们之后会再把就是不一样的作物跟操作方式跟工作项目，把它的路把它给理出来。那大家就是选完之后，那这边还没有，然后你选择你要的东西，大概就记完了，然后就按下储存，这边工作项目就出来了。然后最后秀那个玉米的好了，就我们这一次其实，刚好玉米，11月20号收成的，然后这是完整的，record， 好，大概这是完整的 record， 包含照片跟这个其他部分，然后之后再把气象资料整进来就完美了。好，谢谢。再问一个问题，没有？好，没有。好，母子公司，你们的